点击视频的朋友大家好，这是咱们正为成年鸵鸟准备饲料，全是由各类粉碎的草粉、废弃的农作物秸秆搭配的。鸵鸟它虽然耐出事、消化能力强，但是却没有牙齿，所以吃的食物要给它粉碎成这种末状，掺入水拌成饲料来喂养。